卖最好的十台国产的休旅车，因为这也是台湾消费者最为关注的部分嘛。是我们看整个八月份的表现，跟去年同期基本上是一模一样。八月还是民俗月，结果它卖出来说数量，我们看我们总体的市场，国产乘用车卖了差不多13175辆，其中国产的休旅车部分就占多少？占了7874辆，也就是有60%比例啊，也就10部国产车中就有6部是休旅车在跑。好，那休旅车部分，那我们看这10部里面，我告诉你，在这10部里面，几乎已经把我们的国产休旅车所有在卖的几乎都囊括出来了。我先简单破题啊，这10部里面，我们唯一没进榜去就是这个 Mitsubishi 的 Outlander， 只要加进来也没关系，因为它的数量跟这个 URX 的后面几个都差不多。可我说，在这里面，纵然是有这么多台，超过10台以上在竞争，你就知道说，这个休旅车是国产乘用车里面竞争最激烈的一个集聚啊。再讲竞争最激烈的一个集聚啊，第一名是谁？就刚刚邢楠已经讲了嘛。Crossroads， 它在这7814辆里面，它就占了3000多辆，40%比例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下去，因为 Crossroads 它是王了，我们每次都会讲。好 ，Kicks， 哦，这也是 CUV 的部分，都要改款了，要小改款了，它可以卖出这个数量来，又回到1000台了，厉害。但是 CRV， 好，它就从去年的同期，哇，它去年还卖1000多辆，1200多辆，它掉了3成。上个月好像也是，也不错。但我们以去年同期一个同样标准来看嘛，它是有掉下来。Kuga 也是在去年同期，它是4位数，我这可能都有在缺车状况之下，它尽量交车，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，它也交出了860辆。往下看，哦 ，HRV 又出来了 ，HRV 就要去年同期，去年的时候它是卖了344辆，所以它成长了120%，表现相当不错。哎，这个 HRV 也是一个小型的这个 SUV， 可是接下来的 Venue 它就 CUV 了，它跟 Crossroads 很像，但是它属于小一点的。他成绩也不错耶，他在去年同期的时候大概卖了200多辆，他也是跳起来了。至于 Focus Active， 去年是271辆，今年410辆，表示这个产品它是在市场上，我们说 Focus 卖的好 ，Focus 里面是五门掀背车卖的好，五门掀背车里面再看哦，它的 Active, 它占一半呢，因为刚刚我们讲 Focus 的这个车系大概是800多台，对，所以它的 Active 一直很有稳定表现。基础上，土上真的，我们都说九月要涨价了，要涨价了。可是这部车子它交车始终交不上来，它实在是我们要说原厂要赶快供货供给力一点呐、啊。Uh-huh. 这部车子在去年的时候还不到2位，差不多还不到3位数，你看它终于也撑到这178辆，算不错了。至于 Actual， 那当然国外已经改款了，国内还是现有车型。那跟着 Luxion 的 URX， 它这个也是走一个类似像这种 SUV 路线，因为它严格来说它也不是一个正规的 SUV。但是它目前还是维持一个平板数量，因为它去年同期也就卖了141辆而已。哦，141辆，对，了解。哦，所以这个部分呢、啊，就是我们国产休旅车，如果你真的想买国产的休旅车的话，可以参考一下八月份哦。即使是民俗月，虽然说现在的民俗月影响有稍微少一点点，可是这10台车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。那我们往往都看到说，如果你想要洞悉整个台湾的汽车市场的话，你就一定要看汽车龙头 Toyota 的表现。艾大。八月份，我们来看看汽车龙头 Toyota 它的表现如何。是没错，刚刚我讲了、啊，这个以国产车的乘用车角度来看的话，光 Toyota 大概就已经有40%的一个这个市占率了。那你要分析 Toyota 占了这么多的占比，那它里面又是哪一些车卖的最好？其实大家已经不用猜了，就是 Carra Cross， 因为刚刚几位专家已经告诉我们为什么 Carra Cross 可以有这么好的一个这个销售数量。但是我们还是实际上来看一下这整个比例，如果以最好卖最强的5台车来说。Carra Cross、Carra Artist、RAV4、Yaris、Sienta， 而且 Sienta 其实最近也话题也多多哈，很多、哦、大家都很期待，哎，大改款要出来，有大改，那台湾到底要不要卖？哎，有人说要，有人说不要，好，不管啊，也有人确定，但是在这个比例上来说，你会发觉啊，其实以 Carra Cross 啊，就占了 Toyota 国产车的份额也是接近一半，是啊，你看9100，是，所以市场上面的反馈啊，我觉得这个是大数据的观察资料，你可以知道消费者他想要的是什么。消费者甚至在以这个比例来说啊，虽然看起来啊都是什么，比起上个月来说，那是比起上个月、哦，对，都是好像有点下滑状态。但是实际上啊，你如果去回推到它去年同期的状态来说，其实它还是微幅上涨的，是，这就很厉害。因为我们刚刚讲，今年的八月份呢，其实它在民俗月的日子是非常的长，比去年还要来得长。结果它在去年，它比起去年同期，它还可以微幅的上扬，所以表示什么？表示虽然民众在意
所谓我们提到的民俗月的买车啦、购车的一些想法。但是呢，在现在市场缺车的一个这个状况之下，有车给你，你就真的赶快买了，这是我们必须要跟观众们分析的。那你看到没有？以 Artis 来说，我猜他应该应该也不用猜了，他应该还是属于这个房车里面的这个销售的一个这个冠军呢、啊。那其实很特别的，你看到没有 ？CUV 房车、SUV 小型掀背车跟这种小型的多功能车，你就知道 Toyota 机种齐全。对，好像你想要买什么样车型都有，你想要什么，它都能够满足你啊、哦嗯嗯。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呢，我觉得 Toyota 在称霸台湾的销售市场上面还会有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呢、啊。是因为如果说消费者你真的现在要买车的话，而且也有一些就购车上的考量的话，基本上你我不论我要买什么 MPV 啦，像刚才艾大带我们看的 Toyota 卖最好的这五台车，有 MPV 啦，有掀背车啦，甚至有房车啦，有休旅车，还有大家喜欢的这个 CUV 哦，在马路上能见度都非常高。大伟哥你怎么看呢？我觉得这个 Toyota 真是真正很厉害啊，因为你要买各种机型啊，从大到小，从低到高，从这个全家使用的七人座、八人座，到你两人开的双门跑车，它全部都供应了。是，所以我已经不晓得该你说的是哪一个集聚，要说它是排在前三。第二名都很难呢、啊，他基本上都走第一名路线了、啊，就等于是每个集聚里面，他都是几乎就是销售冠军哦，都是销售冠军。没错，那我就以这个我就不讲了，这什么 Car Cross 了，因为他就是王了。而至于像 Artis 呢 ，Artis 我们说，三厢房车是不是已经下来了？对不起啊，我们纵观这个前十名 Top Ten 里面啊，唯一能够卖到四位数的，没有几部耶，对不对 ？Car Cross 之外，也就 Artis 还可以卖到1300多辆，然后整年一到八月还可以卖到10000辆以上，这卖五位数字的也只有它而已。然后再来，我们看到，那像这个亚瑞斯呢，我们说这小型掀背车，哦，好夯好夯，很多这个进口车也进来，但是它还是王。对，你看这数字里面，它在卖在这个销售数里面，它五门型，它好像卖输给 Focus， Focus 快800辆，它600多辆，哦，好像卖输了。对不起，你扣掉 Active， 它又是第一名了， uh-huh. 对不对？那纵观整个数字，它一到八月还可以卖到8000多辆呢，还是第一名。那我再跳到另外一个，像我讲一个，我们说最近什么进口家庭这中型房车好像视为了，有一款车子撑在这市场卖第一名，那就是 Camry。这个集聚卖了，八月卖了415辆，结果你知道 Camry 占多少辆？385辆。啊！我基本上这个集聚所直接 dominate 就是 Camry， 其他车就几乎没在卖。那我们再看，我再讲一个比较小众的，像那皮卡是很小众，对不对？小众我们说，这市场没有几个，但没有几个也有几个在抢啊，对不对？大家也认为要抢第一的，可是 Hilux 后推出也就是第一名。他现在是卖第一名，他现在已经第一名 ，US 第一名，好厉害哦！所以你说我这个把每个机器看过来看过去，你说这个Toyota厉不厉害？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。那我就不要讲什么那手牌嘛 ，Rav4 这看更可怕了。他虽然他现在交车痛苦啊，因为进口车嘛，我自己家里就有一部，我才从南部再开回来南回，我说我真的很 appreciate。Toyota 有这一款车子出来，因为造福了很多要买这个价位的一款这个中型 SUV。它这样子好，它市场上奇怪，怎么没有去年表现来得好？原厂交不出来啊，而且现在 Toyota 手上和泰手上订单满手啊，订单满手，而且每个人说奇怪，每次 Toyota RAV4 每一年它都有一些新的变化，对不对？接下来它还在2023年是还有一些新的变化，大家也在期待，也开始在下定了。我在想啊，前面的还没交完，后面新的又要来，我觉得真的是替这个和泰捏把冷汗，因为订单实在排太多了。不然你说，在这中型 SUV 市场，我们怎么看也不会说，就是什么 CRV 还跳上来。照道理 ，RAV4 应该是它一直是以过去的表现，它都是蝉联第一名的。是，没想到哦，真的是连和泰都遇到这样的状况，就是缺车而且交不出车的状况，这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缓解。